寻常，美味又健康。欢迎大家伙来收看这一期的《妈妈的味道》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吃的老杨。大家好，我是不懒做的蝈蝈。让我们一起走进妈妈的味道。好的，让我们有请黄瑞，有请。好，有请。你好，你好，就是精神大餐来了。哎，请问这个黄妈妈今天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样的？今天准备的是樱桃小肉。樱桃小肉，首先先要打个鸡蛋清和淀粉，稍微把肉喂一下，让它使肉更软一些。这个秘诀哦，请大伙注意，怎么样把鸡蛋清留下？蝈蝈教的秘诀。今天让老杨现场试一下。然后呢，拿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，先把它捏扁，这样的话呢，能够形成一定的吸力。然后呢，把它怼着这个蛋黄上边，看一看能不能把鸡蛋黄吸走。得捏得狠一点。好。哎，成功了哟，成功了哟！这个就在里边了。对，这样蛋黄就和蛋清就分离了，对吧？分离的太科学了，太聪明了。没有，我也是以前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方法。你要再出点这方法，我会命名你为理工女的。现在鸡蛋清有了，然后呢？切肉。来，我来。你们像我们，你们的相当专业。黄妈妈的指导之下，我们老杨学会了一道菜，叫樱桃小肉。哎呦，刀工不错哟。是，在家里会经常做这道菜吗？对啊，这道菜就是逢年过节了，孩子想吃了，我就必备的一道菜。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。不，平时也吃。是吧？平时只要妈妈孩子说是妈妈想吃樱桃小肉，对对对，你会给他放樱桃吗？会。是吧？这个里面会真的点缀两颗樱桃在。我估计这个量是应该足够了。够了。把这个肉丁切好的肉丁直接放到蛋清当中。对对对。淀粉加多少？稍微搅一下。要把它搅匀，对，均匀。一勺就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得多放点儿。多放一点。对，你让它再稍微干，让它稍微。其实这个就根据自己做的这个肉量的感觉来就可以了，是吗？来吧，大概要给它搅成一个糊状吗？对，糊状。哎，老杨，我真心觉得就是。做饭的男人是最帅的呢，现在看起来好帅啊。改变你在锅天下里边对我的一贯印象。对，我觉得你比任何时候都帅。女士也不闲着哈，女士也帮忙。我青椒切圈吧，我觉得可能还好看一点。好。呀，这里再稍微放一点点盐，接个味。好，就是在这个搅拌好的肉里面。对，要不怕一会儿师傅教徒弟都会留一手。我差点把趁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我们又偷偷在里面加料喽，少加一点盐，让它更入味，然后搅拌均匀。对，胡萝卜要切多少？这些就够了，够了哈，就是配个颜色。这个胡萝卜碎数有点大。你这是理工男，说菱形块就一定要切成菱形吗？但是你这好像是三角形啊。有一点菱形的特点吧。就切成丁就可以了。油温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那我们先这种试油温的方式我们不提倡了。用一块一块下吗？它要那么下容易粘，容易粘在一起。粘在一起，你可以帮我。其实我觉得，平时在家里面哈，就是这种一家人在一起动手的感觉，是的，好像逢年过节的时候会这样，是吧？现在我儿子长大了，也说妈妈，我帮你切吧。你会让他上手吗？给他准备的一个不是很锋利的小刀，让他切点胡萝卜了、辣椒了什么的。不如帮切的哦。对，而且其实孩子自己亲手，参与的话，他也会特别有成就感。对。等到这个饭菜上桌的时候，他也会说：“哎呀，这是我做的。”是的，是的。都后悔死了！你知道我后悔什么吗？什么？我刚才切这肉粒怎么切这么碎呢？切块大一点。太多了。切块大一点。就觉得没完没了的。这个是要炸多长时间啊？变色就可以了。因为它这个肉块小嘛，炸个三两分钟就差不多了。我都怀疑这碗里面有一万多块肉。就是去年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，把小朋友就请到家里来了，然后就跟小朋友说，我妈妈做的樱桃小肉可好吃了。然后同学们怎么说？挺好的，都反应不错。这怎么没有樱桃？对，但是口味大家伙还都能接受。是吧？来，好，我们翻掉。小心这个高温烫伤。哇，这个炸出来的颜色很漂亮。因为它放鸡蛋了，就是肉能软一些。炸不需要炸得太糊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因为这个高温油呢，当食材炸完了以后，还会一段这个醒熟的过程。这个其实是不是有点类似像我们平时吃那个软炸里脊的那个感觉？差不多，对，放一点点油。对。我在想下一步是放什么呢？
你猜，不是胡萝卜就是青椒。应该放点它，放酱啊？对，这是番茄酱。我都猜错了，嗯，这是番茄酱。因为那个顶上应该稍微上点色。大概，看看一会儿看看你两大勺，对，然后放一点糖，对，这有点酸。一大勺子吗？还是半勺子？半勺就可以了，根据孩子口味。好，孩子喜欢吃甜的，我们就多放点，来，少放点那个。那小孩都比较喜欢吃甜的。先放里边吧。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青椒比较好熟，然后是香串。对对对，青椒串，这个。哟，这颜色当时就上来了。口味跟食欲也随之升腾起来。要不要加水呢？不用加水。不用加水。嗯，好了。然后对，加肉。然后最后再把炸好的肉放在里面。对。大概要炒到什么样的程度？它现在肉已经是熟的了，就是把那个青椒和胡萝卜炒一炒，对，然后就可以了。番茄酱均匀的，对，涂在，哎，差不多了。哦，这个味道应该是酸酸甜甜的吧？对对对对。好，我已经关掉了，我们可以起锅了。有成功吗？我的筷子。好香哦。这个。磨刀啊！刷筷子霍霍像樱桃小肉。来，我们来尝一尝吧，是吧？尝一尝吧，尝一尝，味道怎么样？我来试一下。你能想象一下吗？我先想象吗？区别于我以前吃过的任何一种肉的味道。是吗？我不想象了，我直接尝了。想象一下这尝，你会感觉很幸福。酸酸的，微微有点甜。然后还是有外焦里嫩，它这个肉有一种特别的香，再加上一些这个青椒跟这个胡萝卜的这个蔬菜的香气混杂在一起，为了你。好吧，我来说一下我吃的之后的感受嘛，就是我觉得那个肉首先非常嫩，就是裹了鸡蛋的原因嘛，对，鸡蛋清的原因，对，然后外面配上那个番茄酱呢，就是感觉酸酸甜甜的，是的，然后肉又滑滑嫩嫩嫩的，我会吃到有一点辣椒的那个辣味儿，所以这个味道真的特别有食欲，特别开胃，是吧？看出来你吃的非常。